苏拉台风朝向台湾靠近，风力将达15级。海葵台风直逼琉球群岛，目前是8月29日中午12点。苏拉台风中心位置在北纬 18.8 度，东经 123.5 度，俄銮鼻东南450公里，中心气压950百帕，中心时速170公里，风力14级，中度台风，以时速12公里，直逼台湾东南海域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5公尺，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5公尺，七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，十级风暴风半径80公里。未来趋势，苏拉的路径逐渐转西北，以时速10到15公里的速度移动，受太平洋高压逐渐下压，风切变15到20公里，海温28到30度，开始转向西北直逼台湾，风力15级，明天来到台湾正南方，暴风圈也笼罩台湾高屏地区，外围环流更加引进强烈大雨，周三及周四迎风面的东部到恒春半岛有强风豪雨及大浪，必须特别加强防台措施。 EC 系统预测将在香港附近登陆中国， GFS 认为苏拉台风经过巴士海峡，再往往香港方向沿着广东东南沿海向西移动。欢迎点赞评论关注台湾如千金。